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起启动！哇！此刻宣告阳明山花季正式的展开。阳明山花季从今天开始正式宣告开始之后，一直进行到3月15号，总计有37天的时间。那么也欢迎民众呢，在樱花盛开之际，来到气场超好的阳明山来走春。一方面是疗愈心情，也能感受幸福的感觉，相信你呢这一整年都会有非常好的好运哦。